帮妈妈换了一家养护所，那他们答应可以让我给妈妈泡泡脚。你看看妈妈一双脚泡在这热水里面多舒服啊，是不是妈妈？脚碰在热水里面是不是很舒服啊？舒不舒服？嗯，舒不舒服啊？会不会讲话？舒不舒服啊？啊，嗯，不太会表示啊。舒不舒服啊？哎 ，OK， 嗯，就这样泡着脚，哎。我自己是很感动，终于可以帮妈妈泡脚，完成这个帮妈妈泡脚的心愿。然后准备每次来都请他们帮妈妈准备这个让我们泡脚，好不好？每次来都帮你泡脚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舒不舒服？你这个眼睛有点状况，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再继续努力啊，继续努力。眼睛看起来有一点点小小的状态，嗯，眼睛长得，眼睛真的很大，很有精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有精神，妈妈？啊，嗯。